最近派的歌咧，又充滿住離愁別恙咯，係又係想記錄啲乜嘢？因為呢段時間真係有一個好朋友離開咗嘅，咁啊佢係以前同我一齊租嘅房，啊咁啊係以前喺阿恆甲康之前佢嘅一個好朋友嚟，鼓手嚟嘅，咁。我一路都食咗啤房啦，咁佢我哋嗰陣係兩隊 band share 嘅，即係真係都幾 close 咁，所以再加上呢一期其實好多前輩走，但係其實我寫首歌嘅時候冇咁多人走，即係你有走係真係離開咗。有啲可能前輩係同我哋合作關係離開咗香港，即係移民啦。跟住同我以前合作過嘅同事何哲基啦，移咗民啦。佢喺嗰邊風流吧？係咯，跟住真係有音樂上嘅前輩啦，因為我呢幾年都有啲大大小小嘅事，有啲音樂嘅 tour 啊、走啊咁樣，阿基湯即係前輩就走咗啦，咁係好感觸嘅，即係有時去到個 funeral， 你會覺得唉，即係有時有啲嘢你真係想捉住，但係你冇辦法，有時有啲嘢係真係要走就係要走咯。喺呢個咁嘅情緒底下，我哋都成做咗呢首歌啦。其實我係一程車嗰陣寫出嚟，即係我又唔係用好多時間對，其實。首歌我即都用了一段時間啦，咁但係啲歌詞其實突然之間有一下想到就寫咗出嚟，咁樣樣咁跟住就同阿恆一齊再傾咁樣，咁都好想話俾大家聽，就係即都知道呢、這個即身邊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嚟啊，同埋我寫呢首歌之前我睇到一個故事，就係、喺疫症底下個因為嗰陣時候老人院好多時候有感染，咁就有個老婆婆每日都幫一個老公公去送飯。咁突然之間嗰老人院係有感染啦，跟住然後就要隔離，咁跟住老婆婆就係嗰段時間突然之間冇咗，唔見咗老公公，冇辦法送到飯俾佢，然後老公公即係咁唔好彩，就係嗰陣時候就走咗。咁突然之間無啦啦，可能呢個平時一個 routine， 突然之間嗰個人，你就知道佢其實未走，或者你知道佢病重，但係你見唔到佢，因為你隔離，其實你冇探到病。咁都俾啲故事，身邊嘅故事影響咗，亦都知道呢段時間一定，因為疫情咧帶走咗好多人。希望就係我哋成日都話，希望翻嚟歌陪到你哋，就係希望呢首歌，如果真係你身邊人移咗民，真係有身邊可能真係離開咗，你好掛住佢嘅，可能呢首歌會俾到個力量佢，俾到個希望佢係我一定會再見翻你嘅。嗯，等佢哋捱過呢段時間，我唔係接收到嘅，梗係一份力量啦。但喺過程當中，你哋自己都要面對，即係你又錄音失唱，或者你去同佢填啲卡卡窿嘅時候，即係當時呢樣最經歷嘅事，你哋嗰個心理狀態又係點？去錄呢首歌唔容易，係啊，真係唔容易。又要需要入嗰個狀態，同時你又要知道自己錄緊音，但係即係尤其是譬如頭先點樣講嗰個以前一齊出嚟嘅我朋友，基本上我如果每一次諗起，我唔敢諗㗎，即係我一同人 share 呢件事，我就唔得。佢離開咗世界㗎嘛，咁跟住我但係又好必須要可以演繹到呢個情緒，咁就我有去揾唱歌老師去研究點樣可以做到呢件事，係啊，咁跟住即有方法嘅，即係點樣去放鬆個膊頭，或者我哋用邊個位去唱，咁嗰啲係方法咯。但係其實嗰個演繹成點樣，或者個方法都唔重要，最緊要個程序啱唔啱先咁樣咯。咁傾咗好多次啦，然之後去我喺樓下屋企又練去入呢個情緒。咁當你開始慣咗，你知道哦，原來嗰個情緒嘅時候，你嘅狀態係點樣，你把聲係咁樣嘅，記低佢先。咁然後再錄音室試咯，咁咯。咁但係又錄音室都試咗兩三次，同阿 Adrian 去教我 vocal 嘅時候，錄完一個覺得好好，翻去剪完，跟住再又隔咗幾日之後，我就再入多一次。嗰一 take 先至係用得最多，即係最尾嗰一 take 先用得最多。係呢首係錄得，因為同埋唔係擅長噶嘛，始終都係即係係啊，咁就用咗好多時間研究。得來不易。係啊，即係就聽呢幾分鐘，其實背後嗰個過程啊，甚至個遊路位啊，好有重量嘅一件事嚟嘅。現場玩 live 啊，現場玩 live 嘅時候，或者經歷咗呢一兩年，大家都有呢啲共同感受啊，甚至係好多朋友離開啊，
又會唔會即係落好重力？定係我哋成日都話，喂，我哋都要俾翻啲力量大家。有陣時好驚沉得好緊要。喺選擇編曲或者點樣玩呢首歌嘅時候，你哋有冇唔同嘅考量嘅咧？即係點樣平衡到呢樣嘢？其實有權有一齊，喂，一齊追落去啦，入個深淵度啦，咁嘅。好困難嘅，嗱，我自己點樣抽嚟咧？我真係唔識嘅。我真係唔識。我只能夠嗱，我一路做編曲嘅時候，我記得我哋呢首歌中間有一個 retard 嘅位置，即係個漸慢嘅位嘅，其實係。我有一天咧見到 band 房咧啊，幫我哋拉小提琴的朋友叫 Janet， 咁佢幫另一位artist 朋友佢做 back 佢嚟玩音樂咁樣，咁佢哋幾個人即係小提琴、大提琴、中提琴彈琴咁樣幾個一起做，佢哋嗰個流暢即係時快時慢，好人性化做呢樣嘢，我覺得好感動。即係我唔係聽，我個感動唔係嚟自於唱歌嗰個啲字令我感動，我即係純粹用音樂令到我感動咯。咁所以我就即係嘗試就試下喺個 verse two 嗰個位置加一個漸慢嘅方法落去咯。咁就我覺得嗰個位係真係十分之好，真係搞咗我哋好耐啦，係搞咗好耐。搞了很久，佢突然間 retard 咗，係好奇怪。唱嗰陣時候，係好多時間。唱搞很久了，就算呢首歌的速度，我哋自己啦，同埋同監製都研究了很久，我哋係好怪的呢個速度，即係我哋是怪到係有小數點之後的速度，即係71.5嘅。係啊，我哋係啊。我話拉嗰陣會唔會捉翻唔準㗎？唔會的，我哋會透過練習去令到，係好奇怪㗎啦，係好奇怪，但係練熟咗之後就開始有個感動喺度嘅。咁但係成首歌去到最後尾，我覺得嗰個一齊合唱嘅位置，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喺嗰度有一個即係好傷心完之後，跟住大家一齊有個共勉啦，一齊行落去嗰個感覺嘅，所以係好圓滿嘅。